The idea is just easy to the bread, and you break it up.7:40才醒。朋友们，7:40的阿姆斯特丹。嗨，今天是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完整一天。然后刚才坐那个电车，它上面有那个 service， 就可以现场买票。结果我刷了半天卡没有刷上，那个机器死机了，然后就这样没有买成票。超市随意买了一个卷饼来当午饭，在广场上吹风。我和这幅画之间有一个做节目的。逛到博物馆 B 馆了，然后这个路灯也刚刚亮，刚才有一个路人小姐姐帮我拍的照片，感觉还很不错，而且就很 nice， 就我本来只想拍那种打卡游客照，然后她还说就是看那边之类的。对荷兰印象非常好，第一是大家英语非常好，第二是路人比较反正素质比较高。现在正在逛超市，因为晚上要去医学家做饭吃。当飞哥炒完三个菜之后，发现没有米饭，恐怖。要和阿姆斯特丹说再见了，下一站西班牙。
延误了一个小时，看来荷兰不太想让我走过。